为什么这样突然？突然，我是韩国人，我要回韩国。那你的意思，对中国，你也毫无牵挂吗？有牵挂，有你，有你汉生。为什么这样急着休学回去，不能告诉我吗？不要逼我，我只能说。 不管我去哪里，我都会想你，梦你。也许，真的，汉生，想我们的童年，梦我们的梦。汉生。 我去韩国找你，不，至少一两年之内，不要。两年以后可以吗？两年以后，我来韩国娶你。
什么？不干什么？哪你？不哪你？你说呢？日本人坐着，韩国人站着。不巧，我是中国人。你说，坐呢？站呢？中国人跪着，怎么跪？ 东西全都带来了，哦，好极了，吃了半天，我们还以为你出事了，辛苦了。半路查车好悬呐，这几天他们总会紧一点，这些炸药都很好。 决定提早了。渡边跟野山明晚上又定了房间，大概明晚上就可以知道开会的时间了。对了，今天早上渡边亲自查车，车上坐着一个中国人，结果他跟渡边干了起来，我才能趁机跳车逃走。哦，中国人抗暴的意志比我们更坚强。哦，他跟我说他是来找金桂枝的。嗯。哦，找我？
Thank you.
现在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你只要把琴摔掉，整座房子就会爆炸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两处埋伏的人就会冲出来，把剩下来的敌人消灭掉。这里的埋伏是准备接阻前来接应的敌人。你们有没有疑问？ 值得的，我走了。等一等。 中国客人说要找你，能够推掉就把它推了。是，我试试看。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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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名不虚传，是，怎么只有一个？ 山冲，在少佐。金贵之呢？听说金小姐不舒服。不舒服啊！各位且坐，我去去就来，带个好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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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是让我来看这些的吗？ 金姐，金姐，啊，也是来找你。走了，他不开会，来找我做什么？我们明天再说。别生气了，我这不是来接你了吗？哼，得了吧，我这不过是去凑个数，大场面、大宴会，我本来就没份儿。 好了好了，下一次你第一个去啊！回去，看开点儿，男子汉大丈夫。 姐姐，你不信？谢谢，带我到这里来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能像日本人动他脑筋哦。如果你失去了姐姐，我也失去了。嗯，失去什么？
只能死一次。
以为野山没有摸着你的底，我相信我没有暴露身份。他来找我时，我还埋怨他没先要我去。一路上，也没有让他起疑心的地方。在馆里，他也不知道那个中国人来过。哦，对了，关于那个中国人的事，你必须要对大家有个说明。 去韩国找你？不，至少一两年之内不要。两年以后可以吗？
两年以后，我来韩国娶你。 帮我们打这场仗，我们很感谢的。不过，野山不乘胜追击，这是个谜。桂枝，我们需要时间再来了解它。 军部委托你们注意民间的反日分子，这次新藤少将和那么多军官遇难，阁下应当负责。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够好了，几乎每一户人家，我们都调查得清清楚楚。我的手下，每人都负责到底。 说句难听的话，他们负责的人家，女人全和他们睡过觉的。渡边先生，少佐，站住。 将军遇害之后，你曾做调查，你将调查的结果说一说。是，当天爆炸目标的确是少佐阁下。本来将军宴会是极度秘密的，是由少佐临时通知个人参加的。艺伎赴会以前，也都经过详细的安全检查。 没有暗藏兵器和炸弹，渡边先生，我认为你们的工作还要进一步加强，把所有可疑的分子全都抓起来，一律处死。少佐，说的是，我们应该做的更彻底。 哎呀，来吧，哎呦，这样可以。
这里有一只脚啊！哼，你们这里窝藏奸党啊！ 帮我的忙，谢谢你也帮我一个忙，我的手抽筋，赶快将他们弄走，免得整条街的人受牵连。
怎么行呢？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的。 你来娶我，我们再重游以前去过的每一个地方。你扶着我，我扶着你，撑着拐杖，带着孩子。桂枝，你老了是什么样子？会像张大妈那样吗？眼也花了，牙也掉了，嘴也扁了，头发也白了，满脸的黑斑。 Thank you.
我昨天晚上的事发作了，我去。慢着，你一个人去有什么用？再说，你不可以在馆里打起来。那是我藏身之处，不能轻易放弃的。你，我去找野山，你替我告诉洪大哥一声。 是要打的，但是要选一个地方。桂枝，汉生，桂枝，大事为重。 在里面吗？是的，渡边先生在找你。少佐，你消息好快。 全是无辜的良民，不应该受这种对待的。啊，渡边先生，少佐，昨天晚上我派了一个得力的助手来这里查探，结果和其他几个手下离奇的死在街头。既然是死在街头，就和这里无关。 房间里有，然后又带出去的。少佐，你不会为了私人的关系嫌我处置太过吧？我看，他就是奸党的首脑。 能将死人运出去，又能打死五个人。你们这样蹂躏我们的国家，我就什么都能做得出。你一个人做的事，连累了那么多的人。 我恨你们！我恨你们！我一个人做的事，我一个人来当。
彻查奸党，我们就该尽责。少佐，他已经承认是他一个人的事，要是再罚别人，太令人寒心了。你出去，你们都出去，我跟渡边有话要谈。已经解决了，少佐。在未查出奸党幕后人物之前，我不能罢手。这是我的命令。我不是军人，不必服从你的命令。我是大日本的国民，应尽大日本国民的责任。我要将金桂枝带回去。慢慢的拷问，渡边先生，捣毁仙云阁之事属战略性重要之事，你未经军方同意擅自行动，势必影响大局。以后肃清奸党的事由我直接负责，你可以走了。哼，渡边先生，哎，慢走。慢走。Hey!
这里发生了这个事，要不是我，你们全死了。谢谢少佐。谢谢我。光是口说一声谢谢就算了吗？桂枝，你是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怎么样的报答。少佐。 我只是艺妓，你知道艺妓是不卖身的。我不是要买你的身子，我是要你自动的把身子献给我。少佐，让我去好好打扮打扮，再来服侍你。桂枝小姐，你知道我在中国待了10年。 你知道我在中国的成就，杀的人也不少了。渡边怀疑你，和艺妓馆，并没有错。只是他没有彻底的调查你们。啊，少佐，别急呀。可怜渡边现在可能为拓殖会牺牲了，你们还想把我也送掉？ 幸亏我发现的早，结果还是小齐陪了渡边去。你的中国情人林汉生也跟着来汉城帮着捣乱。桂枝小姐，我要你把身子献给我，等林汉生和叛乱分子来赎你回去。叶山奎，叶山奎。 我们没欠你的债，不被收贿人质。我是来送你回去的。桂枝！姐姐！姐姐！姐姐！
Hey!
上海去，桂枝，你说，等我们老了之后，我们老了。